現場非法集結的人士，這個是警方向你們作出的呼籲，請你們不要再加自在外物或者木板了，因為這個舉動是有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，亦都更進一步影響緊急救援車輛的進出，請你們遵從警方的呼籲，多謝合作。喂，晚上拆完就能阻止你們等非法集结的人士，这个是警方向你们作出的呼吁，请你们不要再加自障碍物或者木板了，因为这个举动有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，亦都更进一步影响紧急救援车辆的进出，请你们遵从警方的呼吁，多谢大家合作。